找不着，就回耶路撒冷
说：“为什么找我呢？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？”他所说的这话，他们不明白。他就同他们下去，回到拿撒勒，并且顺从他们。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。耶稣的智慧和神量，并上帝和人喜爱他的心，都一起增长。最后一节，我们再念一次：耶稣的智慧和神量，并上帝和人喜爱他的心，都一起增长。接下来，我们要邀请于启云牧师来跟我们讲到，他的题目是"学习耶稣的"。